住压力，这个我常态呀，经常顶住压力。OK， 那现在导向级肯定是重中之重的吧？那第一个不行啊，小鬼这个不靠谱。漂亮辣椒吃，然后再回头炸，依旧是炸掉了后路，呵呵，然后就可以继续获取阳光了嘛，这就非常 nice。嘿嘿防火防盗防演员，没想到我防了这么久，最终还是没人挡住。这一波漂亮铁门回头不套路，扛住豌豆射手的攻击，解决掉一路。这一波六个阳光，这五路我说实话是有点难度的，稍微是有一点的。两边的导向级必须第一时间给他解决。稳啊，下路来一个红眼。这一波得好好利用一下他，他的这个血量随便顶住两个导向级的攻击，所以说我趁上路导向级攻击他的时候稍微离近一点可以，然后再打上路。哇哦，要是边路按照这种效率来解决的话，这阳光确实是有点多了，那确实是有点多了，就六个向日葵啊，这波，哎呀，这可惜了呀！第一时间让这个，哎呀，让这个机枪吃着就好喽。这投篮又解决掉下路了，怎么办啊？全是这种又能打又能扛的，哇！三个红眼 ，Are you kidding me？ 三个红眼巨人解决三路，这个我无话可说，好吧，效率确实惊人呐、啊。而且他这个时间卡的还特别好，跳跳扛住伤害，大爷一波偷鸡能拿下，没问题。刚刚阳光所剩无几，这会儿又是盆满钵满的。怎么说这个位置你不能最后这一路套路啊、哎、完犊子了，辣椒放近了，红眼又放远了， Are you kidding me？ 四发红眼。